大家我们北港镇的乡亲，还有我们重要的嘉宾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元气满满，非常开心。2024年，也就是今天啊、我们这个良辰吉时，我们可以说是北港飞龙庆元宵。然后呢，我们新春点灯的仪式音乐会即将在此开始。我们非常高兴有我们的镇长带领我们所有的一个工作人员呢，还有我们的重要嘉宾今天与会坐在我们的面前，跟各位乡亲一同来互动。那么在我的身后呢，个个都是帅哥呢，每个都穿着西装笔挺的，他们要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带来序曲。所以我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待会儿要为我们所做开场的呢，是由我们的 Encore 萨克斯风乐团哈。那这个萨克斯风乐团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知名，因为呢这一些呢在台上个个都这么帅，西装笔挺的，都是每一位都是校长们哦，很了不起。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蔡正哲校长，请帮我挥挥手，以及吴俊玉校长，还有黄茂森医师、高启顺校长、蔡正龙校长、黄仁福主任、吴文策校长、郑龙昌校长，还有我们的高章书老板，都多才多艺哦。那我们现在就要以再次啊，请咱的乡亲，把恁的手势举高高，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今天所为我们带来13首连续的民歌经典组曲，掌声鼓励一下。首先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是《一剪梅》。
么第二首呢，所为您带来的是天真活泼又美丽。小朋友每个都是很活泼可爱，天真又可爱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再把心情收一收，来一点怀旧风，来一首相思雨如何，可以吗？那我们相思雨请下。Thank you.
非常隽永的一首曲子。坐在这里，在我们的工作前面啊，大家坐坐会啊，啊，底下听音乐，感觉真浪漫呢，你有感觉无？那我们今天呢，接下去再来给他看下一首的曲子，是《天在下雨，我在想你》。事业真了不起。好，那我们呢将要来下一首呢，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四季红。那四季红之后呢，我们要呢再给我们的 Anko 乐团呢准备一下爱的礼物这一首曲子。好，所以我们呢用热情的掌声贵昂。
来了相当多的重要嘉宾哦。哇，可以在这里，我们再请我们的 Anko 乐团呢，再帮我们准备下一首是《爱的礼物》。在这之前呢，我来看到，哎呀，我看到了重要的贵宾，就是我们今天为我们准备一个这么好的礼物音乐会的我们的镇长萧美文镇长，赶快挥挥手，感谢你，谢谢你。哇，让我们的元宵节意义非凡啊！好，那么呢，接着还有一些与会的重要贵宾，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文化观光处的副处长苏建仓先生，还有我们蔡荣德副议长，服务处主任张宁莲先生，啊，给他挥挥手。好，还有我们立法委员张家俊，音学中联合服务处副主任苏嘉欣先生，感谢你们的重要莅临。好，那还有一些呢，里长的部分跟代表，好，我们干三给他扛起来哈。那的代表蔡明君代表，还有那的许代表、曾娜代表，还有我们的徐秀梅的詹怡喜代表，以及我们呢很重要的里长们都来了。没来是你一定你给我挥挥手起来，好不好？那的里面的好朋友，那的李定先生，好。再一一替您介绍，那么我们再把最后的一次一个曲子，就是我们爱的礼物献唱之后，我要邀请我的重要嘉宾们，哎，移驾到我们的右手边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漂亮的灯笼，对吗？那我们呢就慢慢的移驾过来，那请我们的Anko乐团继续演奏爱的礼物。好，请开始。那我们的重要嘉宾请移驾到我们的旁边，谢谢我们的镇长今天呢为我们准备了这场这么优雅的一个音乐会。那么呢我们待会还有点灯的仪式，所以呢在这一首爱的礼物之后呢即将为您点灯开始。谢谢你们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组曲，相当的精彩，感谢各位校长。